就好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啊，安怎？你遮坐啦。就好啊！这镖局大变化，我看吼、哦，也是小心为妙啦吼。无人嘛，这已经千秋之业啊，这是大事呢。就好，啊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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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上将军，你呀、啊。不对，鬼机法师，鬼机法师啊！法师啊，来，来，你看，这条御花园的溪水，经过落雨，已经落去了。是啊，真如啊，咱的生命都看参像这条无止境的溪水，为过去留到现在，按现在流向未来呀。这条溪水会变如，但是这条溪水也会变清的时阵哦，无唔对。无量的生命，孤无用的是安乐，也用的是痛苦。对，孤无是安乐，或者是痛苦。有什么人可以决定呢？哈？是咱自己可以决定。上将军，你呀、啊，为何我不能为你做什么？但是我知影，成就了护法，那就是成就了摩尼你呀、啊。成就了护法，也就是成就鬼计呀。是啊，人有地家，素来有开国之功，一点的溃烂，老夫也用得上啊！母亲，别意思是，唔通忘记是，咱贤弟族不敌暴落，有帅敌的作风啊！帅敌的作风。阿甘公，就有你的意思是，真正要去找皇上哦？这是当然啦、啊，看我的，看我的哦、啊！舅父啊，舅父，你来上书啊！舅父，上将军，这上将军果然是豪迈主人。鬼计法师，我跟你讲一件代志。这夫子从你剃度那一日开始，伊就离你如锁了。啊？也是讲，怪父亲，伊已经离你如锁了。是啊，这夫最近的身体也大不如前了，这次。知影你要跟随国师前来翠微宫，伊就自己亲面要护驾前来。伊的目的是为着要见我一面，真是天下父母心。上将军，有情无义，命输一生，用心回报，
成就了佛法，也就是成就鬼地。圣上，驾命皈依佛公王，原是众师所请。如今也驾望众师的病体早日康复，传定照落。是啊，是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对对对，早日康复。传定照落，熊将军，熊将军，你袂用的，你咪啦。啊，无关系，
有所懦夫担待啊！你别用你命啊！无你之事，退下。是。有地宗，既贵姓上，姓后。啊，上将军，不用多礼了。我人在你战场受伤，此地又是别景花园，论辈分，我人应该请你为主之夫，不用多礼了。谢圣上啊！上将军，一句团丁照路，早就不哭君臣之礼，宛如。宛如一家之亲，宛如一家之亲，这、哦、是啊，是啊，是一家之亲啊！哦，啊，翠微风冷，上将军出番进来护驾。委屈，辛苦了啊！无委屈，无辛苦，出番何家？一来为父公王添喜，二来也是为了见我李贵姬法师一面。那么懦夫我老了，怎可能自己亲命而来？其实，上将军。姓休，上将军言行举止，气壮如山，果然豪迈呀！将相军爷啊，明艳光，太阳碧通。红对凌烟阁二十四位恭喜，万般的礼敬是阮回报啊！恁哥哥解封万福兴，呵呵，看来姓休将行两条。又是通晓两条之事，以一介女流之心来看，上将军啊，哦，不可将事情讲偏了啊！也是圣上英明啊，懦夫戏言，戏言哦！上将军，上将军今日四川已回乡。两笔是由要素编造啊！哦，是啊，是啊，上将军来此必有原因，真水就是。既然信上有懦夫的水，那懦夫我就无客气了。此事正正与一条千里有关，姓上啊！千年一古之事吗？上将军啊，自阮的名声正定是一世将，一旦千移，父名是无所是将。但是在老夫看来，是姓上。无了私心嘛，寡人有私心嘛，这按怎讲呢？无唔对，非是懦夫一路卖路，国师伊因了强情，伊侥心也骄，上将军所言差矣。寡人将国师引来翠微宫，
就是爱国师在此好好养病啊。但是在老夫看来并非如此哦。哦，安怎讲呢？圣上啊，你已思想看上思想了，顺其修订故意弯绕啊。熊将军，你圣上老夫今日相见之缘，请圣上放下私心，一切爱因父业为重啊。你哦，熊将军，你确实是言重了。这国师无想要贪腐王亲，归隐山林，全心入京，敢讲是梦着吗？国师并无梦着，梦着的是无应该勾结大臣，更无内政。圣兄，你上将军，你以国将贵气发誓是属。公子应该早就在飘香了。将军佛门不该相通，正随佛祖本就是大不同。将军甘莫不会确实懵懂，今天之事可大可小，上将军最厉害嘛的啊。就在将军的手中，是上将军，请三思啊！但是我心就胡业，也就是心就无数啊！上将军终于也说出心内话了，讲来讲去。无非就是为着自己的孩子，并非是为圣上设想。那这君臣之类，你自然爱在。这微臣之类。神之力，哈！熊将军，你有要紧无啊？我无要紧。为神之力，请圣上原谅老夫失言，原谅老夫一时懵懂，请原谅啊！这好。生来你是长辈，处事无关系，无什么原谅不原谅啊？如何原谅？你爱我
行为神之力，吼！鬼神之力，也就是爱我鬼，吼！滚神之力，上将军，上将军，景中你也中，你的本乡也为之动容啊！想想，看来众人莫不是为了佛业的忠尊最设想。本乡也莫卖国请君王，心中丧思。这一场千亿之事，啊，这说明是不离长安，又是奉天着机缘精舍所建。这是啊，国师不离长安，将佛祖心就不乱，奉孝提议，甚好。甚好啊！那这一场千亿之情，好，尊师确实是受了不断，但是佛恩已经讲遍长安，那尊师就维持受讲不断。这一场，我领着恩准前往西明寺，圣上英明啊！感恩。圣上啊，上将军，来人啊，恭迎圣上回转凤凰殿。遵旨，恭迎圣上圣后回转凤凰殿。
讲看卖诶，为虾米昨规矩法师会突然间离开业场啊？是不是规矩法师我爱担任业场的必修？师尊啊，一定必修我失业的时间咯。